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涨幅榜。涨幅榜目前呢，在上涨的这些股票也都是非常烂的一些股票，基本上看到吗？基本上没有什么趋势啊，除了5231有一点趋势以外，其他基本都是比较烂的股票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的股票怎么样呢？是庄家已经跑完了，还是在持有，在控盘？你的股票下降趋势开始了吗？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就可以发送你的股票代码到下面联系方式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午盘简评就先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喜欢我们的节目呢，订一下我们的频道，每天中午午盘简评的活动，我们能够快速的了解市场的情况。如果觉得好的话，也可以分享给你的股友。我们明天再见。